记者肖芳琪台北报道，贾静雯带住网红女儿步步上亲自试镜秀妈妈是超人。节目除了大眼步步无时无刻卖萌外，还能一窥贾静雯与老公修杰楷的小夫妻生活。贾修夫妻虽然是姊弟恋，但在实境节目中可看见几乎都是修杰楷单气照顾贾静雯的角色，不止提醒他生活中的大小事，也经常亲自下厨做饭给老婆及女儿吃。贾静雯曾经在节目中洋葱连皮蟹的厨艺表现吓坏观众，对此贾静雯大笑回应，有没有这么夸张呢？我偶尔也是会下厨呢，像 Angel 吴彤妹就很爱吃我做的意大利面。极助替自己扭转厨艺不佳的形象，贾静雯无奈地表示，可能他比我会做饭，所以像是我常常煮汤，他都会跟我说嗯，很好喝，但是可以味道再重一点。其实家人还是都觉得我做的菜很不错，只是我做菜的过程中看起来都蛮笨手笨脚的就是了。贾静雯左在节目中和修杰楷带住步步上市场买菜，中天提供